我自己做的。
蒸鸡头。这空气罐多大？哈喽宝贝们，又到了干饭的时刻，先干一个大排骨。肥的老香了，今天炖的是牛排骨。对，先放着一块慢慢啃。酸酸甜甜牛筋面，老爽口了。我自己做的汉堡。好大不大，来一个卷干豆腐。好吃。这个汤汁拌的饭那得香迷糊了。喝口粥。请这些直播吃，拜拜。我自己炖的大丰收，用牛排骨炖的。老香了。真香。
米老卤味的可好吃了。胡萝卜，用猪肉炖的话就放土豆，牛炖的话就放点胡萝卜，或者是白萝卜、绿萝卜都行。最近特别喜欢喝粥，呜呜几转。来份最肥的，还是肥的香。牛筋面，这个是5斤29.9元，夏天到了，吃点这个牛筋面特别爽。酸酸甜甜的，超爽口。用凉水泡个10多分钟，15分钟左右吧。然后我们就捞出，然后转一转一转，就是这面里的水分，然后加各种调料，加点麻酱，一拌，老好吃了。很逗。我最爱吃的五谷鸡爪，巨好吃，延边风味的，没有之一。太好吃。前两天我刷到一个吃播吃鹅蛋，哎呀，把我馋坏了，所以我也买了几个，这两个有点煮肉了，吃一个漂亮的，皮儿不太好扒呢。真的，我看那吃播吃的时候，感觉可好吃了。有点护皮，护皮说明这个鹅蛋很新鲜，如果不新鲜它就特别好扒皮儿。吃一个鹅蛋两口三口的扒皮儿扒半天，放点香菇辣酱。这香菇辣酱现在是19.9元，到手10盒赠送10袋。袋装的跟这个
汤和的是一个口味的。大鹅蛋真香。哎呀，我就特别讨厌这种扒皮的东西，吃虾啥的也是。我不是不愿意吃虾，我真是不愿意扒虾，麻烦，着急都，太会过了。真香，嗯，这个还挺透着吧的，就是没有形状了，形象差了一点，但是扒皮儿挺好吧。